上山吧，俺老孙要是没猜错的话，大妖怪应该都在山顶呢。哟呵，这是个什么怪？不去你的，嚣张跋扈！俺老孙大闹天宫的时候，你们都还没出生呢。大圣，村民的孩子们还能找回来吗？会不会被那群妖精吃了呀？不会。不去你的，黄蛤蟆，我打！哎呦呵，还有个紫蛤蟆，看招吧！哎呦，可累死俺老猪了。猴哥，这可啥时候到山顶了？已经到了。哇，这里就是山顶了！快看，那个地方有咒符。你们几个竟然敢到挂台岭捣乱，自不量力！这石头怪体型硕大，我现在法术还没有恢复，只能跟他肉搏了。来吧，先来一块石头。我去你的！哎呦呵，还自爆，打他的命根！哎，棒！去你的！又合体了，跳到背上，直接打枫叶。看我打你脑门！再来！我去你的！好机会，这石头精眼瞎了，跳到背上。我打我打我打，撕下咒符，搞定。又解锁了一点法力，过不了几时俺老孙就能彻底恢复了。啊，猴哥你好厉害呀。走吧，孩子们应该被抓到别的地方了，咱们还是赶紧去寻找那个有码头的村庄吧。走，还是下山吧，找找那群孩子们。